子瑜所属的 TWICE 拍广告，成员多前开了直播，就粉丝意外听到子瑜清唱。本来一开始他有点睡眼惺忪，那因为多前要去拍自己的画面，临时被 Q 来接棒直播。当他跟 Mina 听到背景音乐是新歌《融化》，就清唱了起来。而子瑜不时露出甜笑眨眼，非常可爱。Oh baby， 혹시가네가날기다릴까혹시가네가날보고플까그대좋아하는것만생각해봐요어떡하죠날녹이는아이스크림모아도될것만 Maybe 그대말투그대미소로살며시녹가요그대만보고있죠사랑한다고말해줘요